毕竟纺的这个毛球啊，这五金就是可能皮上面它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买的落，就买的纺的皮，它是欧花纤维做的，但是这个五金就是它没有办法买那么好的。哦，明白吗？就是比较反而会卡是吗？对，就是所以你用，就我说就这么简单嘛。比如说我们买手表吧，那天我们拿着它出去玩，因为这金属，说句不好听点的，好的它是。可能是全铜的，就是然后你这个可能用段时间，它那个就会氧化了，就是晶晶的这个，你刚买的时候是很晶晶的，非常漂亮，但是用一段时间。